我是第一次搭捷运，然后捷运来的时候，我手就这样。就是拦截，就拦截，这种是不是要让位？然后我的同学就说：“哎，优果你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拦车。”然后说：“这个是捷运，不用拦车。”是来自庐山部落的南投县的赛德克族，我的名叫优果。赛德克巴兰就讲你们这一组的。对对对。哇塞，抗日嘛。抗日，雾社壮烈的历史。对，我那次对你们族人很伤哎。我记得我那时候。外婆、姑姑在看这个就是电影的时候，他们说不敢再看第二次，因为他们的奶奶那一辈就是真的有经历过，所以他们看的时候其实都在掉眼泪，很激动哦，日剧是。可不可以介绍你们族比较特色，就大家比较会的技能啊，还是什么？就除了打猎之外，你们比较厉害是什么？就是其实我们赛德克族就是在，因为我们都比较在山上，然后我们主要就会有一些采茶。采茶，因为我们农作物有两个特产，一个是采茶，一个是高丽菜，所以我们其实从小的时候就会开始采茶。采茶，采茶都是自己喝吗？没有，没有卖，就是会卖给就是平地的。现在吗？现在都会啊，因为很多其实有很多一些商人啊，也会来我们那边买茶。其实我们一些高山的景点都有你们的茶。他们以前就这样，早上起来采茶，下午吃高丽菜，晚上搭鬼子。一日工一套 SOP 啊，你都帮人家配好了。对啊，你们的茶有什么称呼吗？就叫高山茶。高山茶，对，哦。因为我之前就是有时候也会送给一些老师或是朋友，他们每一次喝都觉得就是很甜。送着送茶，我等一下把地址给你。是认识的。今年。包包那两罐先拿来，你没有，就是下次如果有机会来这里的话，一定少来了。下次很久了，高山茶，不，他下次一定会来。好，我一定送你。他来是16000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卖账。你是住在你的部落在哪里？我部落在那个庐山部落。庐山，庐山，庐山温泉。在那个合欢山的下面。嗯，庐山，庐山。那你们小时候在山上最喜欢玩什么？因为我们山上的树都很壮，然后就是他们那个须须，就是你没有看过泰山吗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就真的会荡来荡去，荡哦，对，我会荡，那是真的吧？对，对，它是藤，就很粗，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玩，而且下面是真的都是会有石头啊，哎呦，溪流什么的，就是如果你掉下去，你就会被刺到。哦，可是那时候就是小时候就蛮野的。你还有没有看过其他野生动物？山猪，山猪是最常有的。对，然后还有蛇，幽谷。你看起来很白，哦，会不会有人说你？而且他看起来不像原住民。哪有？这一看就像原住民啊，哪里有不像？没有，还好啊。这个蛮像的，很像。里面最像只有他。对啊，就我他那个鼻子有没有？对，好像整过一样。而且有好挺哦。会有人说你不像？有哎，不像是因为酒量的部分。啊啊哦，就我不会喝酒。然后就是可能我也不会啊，你不会喝，不会放过了，不会。我说真的，并不是每一个原住民都很会喝酒。对，我也喝饮过。对啊，你看我是，对不对？我们汉族也是喝饮过的。对，所以我不是汉族，我是土族。像你们会不会遇到像说，如果是原住民，你会第六感说，哎，你是原住民哦，会不会这样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就一看就啊，这是原住民哦。那待会哎。怎么样？要帮助他一下，帮助他一下，他是怎么了嘛？要帮助哪一方面？没有，如果说做捷运的话，我会让座，就让位给他。让座？为什么做捷运要让座？没有，因为他学生嘛。你慌了，你慌了，我干你，我干你会递熊肉呗。那我想到刚好那个霞金宇哥说捷运的部分，因为我以前住山上住比较久，然后我第一次来那个。像就是来台北的时候，就是有闹出一个笑话，就是那时候我是第一次搭捷运，然后捷运来的时候，我手就这样，就这样拦捷运，就拦捷运，这种是不是要让位？然后我的同学就说：“哎，优果你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拦车。”然后说：“这个是捷运，不用拦车。”结果后来我，结果他就让他很尴尬。然后更尴尬的是，当捷运一打开的时候，我进去关门的时候，捷运不是会哔哔哔吗？对。结果我就说，我就赶快跑出去。是。他说：“你干嘛出去？要关门了，超载啊！哔哔哔。”真的假的？不要讲笑话。这是真实的，这是真实真实的发生，就是女主角本人哦。马路苏巴莱。Yagu Yagu Wallis.
大家好，我叫尤古瓦利斯。哇，声音好听，哎，那声音真的很好。是，那三维怎么讲？啊，三维？他有没有这一句？山上没有这个。山上没有。山上没有那两个。山上不会有人靠山。这样讲吧，你唱几句歌给我听听。哎，来唱。我以为我成熟，以为从此就自由。我尝试着快乐，快乐却不陪着我。爱没有回来了，你已经离开我，却一直住在我心中。谢谢。Yeah. 好，心宇，那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快问快答，就在你帮老司机洗澡的同时。好，那如果你没有答对超过五题的话，你就要接受我们的惩罚咯。好，计时开始。请问你上次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昨天。请问你最近一次被告白是什么时候？两年前。请报自己一个料。报自己一个料？对。好难哦。时间在被一秒流失哦。坏习惯也可以啊，坏习惯，对啊，你是爆料啊，对啊，或者是做过一个就是不 OK 的事情啊，不 OK 的事情，很偷看男友手机啊之类的，好，偷看过，可是也是两年前。好，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？想做不敢做，我想要去澳门跳那个塔。你最多颜色的内裤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你性幻想哪位男明星呢？男明星哦， Oh my god。OK， 时间到。你还是可以把这题讲出来，或是你欣赏的，就是目前觉得还不错的歌手啊、演员啊、主持人啊，或是我们的立冬啊之类的。这个笑声是，我觉得丰田蛮可爱的。丰田，哇，那立冬听到这一段应该会想过。司机大哥，目前。这个冷泉的感觉有点烫啊，有点烫。那你的手在？这手啊，太诚实了，手太诚实了。那我们要请心宇下来喽。女生比你勇敢多了，她完全不觉得这个是。我真的发抖哦。所以你完全不觉得冷吗，心宇？我比较怕冷。但我们老司机现在有点就是颤抖的有点严重，你可以安慰他。慌了。你要亲我，我的刀呢？我被你亲了，可是他答不出来。